家好，我就是叫温淑珍，很荣幸来这边参展，谢谢主办单位。那你学画学多久了？我学画，差不多是2006年开始。不，而且我现在停顿了。为什么这么厉害？不是，你刚才有看到我抱着孙女。对，不是带着孙女，嘿，那孙女。对，嘿，那我画画呢，因为本身我也是客家人，所以我大部分的画都在客家庄，收集的，把它作为那个主题，很多现在都看不到的，像这个迎香园，是那个家东一个苍龙一个，对，那个大户人家的那个三合院，那个三合院呢，大部分都是改为现代式的，我有这一间。那个锁着，他就深锁着，为什么？因为他们儿子到国外去，女儿也嫁出去了，就是深锁在这边，我觉得好可惜。剩下还有那个雕画都很漂亮，就是以前我们客家大户人家的那个。那这个呢？我以为是客厅或者是绣房，那个户人绣，结果他说这个是厨房。这个是厨房，也就这么漂亮。对，影像对。我想知道这旁边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角落这个是，那个是画什么？这个就墙壁已经脱落的。哦。墙壁脱落的，那把它呈现出来。这个呢，这个是贴的时候没有弄好的。很可惜的，它这个对联。就一半。一半。问大家说。把它画起来。不是一半，问大家说下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啊。是哦。嘿。那现在我回去再看，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这个上面也没有了，那个。已经绝版了。绝版了，对。哦，那不简单哦。那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客家女生，很漂亮，是你女儿？不是，是我妹妹啦，刚才那个妹妹啦，她年轻，她刚好也是回那个我们那个娘家的时候，有看到阿嬷的这个男装，我就南山对。那还有这扇门也是破旧了。那时候他已经嫁人了。当然嫁人了，现在都老了，60好几了，在这边。这个就是我了。这个就是我。那是像年轻的时候。那个姿势给我们看一下，双手在摸那边的姿势给我们看一下。老了啦。好漂亮，那个画的好漂亮，那个眼神。谢谢，嗨。不是这个农村呢，我也是，这个就不是客家人的了。我觉得他那个眼神楚楚可怜的样子，很怜爱，我就蛮喜欢。他那个是10岁的女孩，我在想说，这个女孩子像一般女孩子，像这个年龄吗？不是去学钢琴，或者是学双语，可是她就是，对，很怜爱。所以我就把它画起来了，对。你画出那个神韵做得很好。真的吗？谢谢。现在北龙还有人在10岁吗？没有，这个不是啊，这我就说这个不是我们台湾的，我就看到那个一个对图片，嘿嘿。这是外国的。对对对，嘿嘿，嘿对这些。今天我来看古诗耶。这张我就是有一年我到那个。福建广东那个地方一个乡下，看到有一个老婆婆，就是这个在缝扣子还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值得，我就会回想说以前我的阿嬷或者外婆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衣服嘛就一针一线缝起来的，现在像我妈妈他们会做衣服，他们是在灯光下做，不是在阳光，对，阳光下，所以我就觉得说蛮喜欢的，就收集它回来画了。你还画到一个故事非常完美，对不对？谢谢。那这个呢，这个也是在外门兰的，我们到外门去的时候，路上看到这个老人家，那后面是跟着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我不问她是他们是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值得安慰的就是说，那这个老公公他在前面走的时候，还有人跟随着，有人保护着，有人关爱着，
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个画面留起来。现在像那么老老公公吗？如果自己没有能力，就养老院咯，没有人说还在后面跟着保护他，这样子。对对，谢谢，谢谢。是嘉东昌隆村，嘉东乡昌隆村的。哎，这个是哎祠堂，戴家祠堂。戴家祠堂，我是画它右边，右边的部分。为什么呢？右边它这边有一个里门，像我们走路的时候，那个要进去，他们这边是很蛮深的哈。里面就大家都是哎，你一直帮忙，一定是走的时候往右边，好，右边进去哈。对，这个，所以我就把它画起来了，这是一面而已啦，还有其他的。啊，还有一个是。那里，谢谢谢谢。这是回龙屋，在那个什么福建省永定那个地方，也是客家庄。对啊，这个回龙，对土楼，对。那这里面呢，很佩服先人客家人他们做的这个房子，它是圆的哈，里面可以做好几百户人家啊，里面有养鸡的那些。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我没有前景的话，就是，嗨，对对对，把它画起来了。这个是客家人的那个代表啊，还有这个，这个蓝鱼菊，我喜欢这个篮子。这个篮子也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常看的。对，而且我记得啊，我们小时候有看到，人家订婚呐。结婚啊，这是放聘金的，应该是这样子。我记没错的话，曾经是就是这样子那个啊，现在当然是没有啦。还有这个吗？哈，啊，这个是那个刚好过年快到了，就把橘子放下去，比较吉利。哈，就一个篮子跟那个橘子。哦，没有临摹这个。大部分背景都是自己想啦，对，这光面暗面哈，啊，当然也是张淑老老师有指导，好，我们才这样。谢谢。好，就这样子，其他还有这个，这个，对，哎，对呀，啊，这个海芋为什么会有特别这一朵比较？还比较黄，我有时候会想说，啊，很漂亮的花里面，没有全部都很漂亮，应该都有，就像我们人生，对，没有说都是十全十美的人生，应该就有比较脆弱的地方，所以我把这一朵画上去了，这样。谢谢。这样子哈。哎，对。对，好，谢谢。大家好，我是钟雪萍。不好意思，其实今天这个画展，对我而言，画展两个字，我会觉得受之有愧啦，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的学画经历其实很短，才大概3年左右而已。所以说，其实我最主要感谢的人是我们老师张淑兰老师，因为他也是因为说我很喜欢他的画风啦，因为也许是个性的关系，我们老师的画风他很随性，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不拘小节的人，所以我非常喜欢我们老师的画风。所以说在画画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时候啊，会把多多少少啦，会展现自己一个比较随性的个性啦，像这一个。这个其实这幅画我非常的喜欢，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就是天涯跟海角的那种感觉，我的想法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像天涯跟海角一尺之隔而已啦，咫尺之隔而已，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会蛮喜欢的。然后因为比如说像这个画啦。我看过很多画花还是画树的话，
很多都就是比较，对，比较要一板一眼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它可以很多种颜色，它不一定要一板一眼，它也可以很随性，然后也可以有黄色的，像天空。对，其实一开始在还没有接触画画的时候，对，我就觉得说天空应该只有蓝跟白吧，然后夕阳就是红色吧。但是接触画画以后啊，我会觉得说，哇，原来天空它可以这么的缤纷，原来天空它除了这三个颜色以外，它那个涂上别的颜色，它有不同的那个意境。所以说这一点啊，是让我在画画里面让我觉得说，哦，我觉得收获很大的。其实一幅画啦要完成，有时候其实有时候两天，甚至说有时候两个月都有可能，等于说完全都是看你的心情。当你自己心情很平静的时候，当你在画的时候，你自己整个人你就会把它融入这个意境里面。但是当你觉得你心情不怎么平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怎么画，对，你怎么画就觉得都是错的。哎，那当这样子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画画它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会觉得说，你今天，我的今天，假设我的今天的心情只有一分，那也许我觉得一分的心情就是这个橘色，但是等到我下次我想画的时候，哎，我的心情突然变成五分了，这个时候呢，也许我用的就不是橘色，我就可以给它上过我五分心情的颜色。所以说这点是让我觉得说蛮好玩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说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你当下你要画的那个心情，或者是说你当下那个情绪，还是你当下的那种那一个想法，嘿，下去这样子不断不断的这样子去画出一个属于你自己觉得很 OK 的画，这样子。其实很多啦，我们的画很多都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哎，看到这个点，我们觉得很喜欢，我们就把它照相下来，然后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就给它拿出来，然后就给它画上去，这样子。那像这个西栅门，这是我们家东的古迹，这个家东西栅门，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做写生的，因为我们的画室，我们老师给它取名叫西栅门画室，因为它离西栅门很近。所以说这幅画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当场在那边做写生这样子。这是实画的。对，哎，这个哎，就从这个角度这样一直进去里面，哎，对，它就是一直进去里面，它还可以到那个萧家古厝，家东的萧家古厝这样子。所以说除了这幅以外，其他这个都是我们就是。出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点，然后把它照相起来，回来的时候再画这样子。哎，我比较喜欢画大一点的画，因为我觉得那个挥洒的空间好像才比较够的感觉，对，那个感觉啦。哎，没有，大概因为是喜欢啦，因为我很喜欢风景，就是喜欢游山玩水，喜欢那个风景，所以说在画的时候啊，当你觉得说你有把它融入在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画起来，你会觉得说很得心应手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哎，你不管用什么颜料下去，都能够画到说当时你所看到那个景出来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很谢谢我们老师了，很谢谢我们张淑仁老师，因为他真的是，他也是任由我们自己去创作这样子，他也不限你说，哎，你一定要怎么画这样子，他只是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重点出来，然后我们就抓着那个重点，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在自己的一个，就是当时你所看到的那个景的一个心情，然后下去画，我就觉得这样就比较 OK。大家好，我是林根和妹。我作品，我画到七妹位啦。好像有二
2003年给他画的，没有嘞。因为我比这个比阿哥哥做有好啊，有嗯，阿好也无啦，各种有失败，谦虚，阿朋友也会有来，阿面都录音界吼，请些来做，过后打发时间。不是我们有台湾吼，按你换啊，你唔咪过要换人吼，一下换唔着换到那叫啊，你就你推用相片插画，插个用相片，安尼推好画嘿，好棒！一幅画画呀，一样画，等下又来煮饭你啦，等下又来做白安尼，都无嘿。嗯，我画了好几天哦。嗯，好几天。嗯，各种提花艺，各种，嗯，各种心，各种时间过啊，亲近啊，你心情啊，不难呐，嘿，个但是心，个，哎呀。哦，我想都不敢想哦。嗯，无啦，是讲老诶。诶，按旧个种书有偏多，啊，得小心。好吧，有诶，天气会做些啊，有诶，目前有造林一块农地啦。阿哥爱真哩，阿哥从唔滴个，佮旧木做细啊样哩，他从个有树梢片多安尼，佮从不通啊安尼，佮有上阿个休息一早安尼啦。嘿，有啊有呀，嘿，好吧，面都拿样哩，有花边吼，佮副产品好吧有拿演变。素描安尼，够简单。书法没有，你还有在学跳舞？因为想说跳舞动一动，各种好，各个好顺呀，用通呀。伊个毕竟画画是很近啦，不亲，爱上啊。好跳的，安尼，个激烈安尼，唔啦，好白伊无通跳啊，过嗨过好样哩。哎，希望。没有啦。希望这样，希望啊你。啊，谢谢你。